500嘞，两百五百，三百五百，四百五百，五百五百。还个人要黄鱼的无来？500块，我给你来。哎，来两只来，四只来，500块。这样子就四斤。来一只来，来两只来，来三只哦，来四只来，来五只来，500块，来落来。来头前哦。好，等一下找你阿姨。哎，来我帮你等。三，来四，来五。来三，来四，来五。来。前面拿了吗？拿了，拿了，拿了。还有人要黄鱼吗？来，过我来，过抢我来。还有谁？别当有，要切块的规地，规只拢有。规只无啦。规只无啊？少了啊？系啊。再见。来，进来就无啊。进来就无。三个人而已啊。哦。来，还剩切块的。我去。来，还个人要黄鱼吗？任务啊，好。来，来，拿一千的举手。来一个，男后面还有一个，还有谁拿一千的？加陶杰。哎，我问一下，那买三只300块吗？然后会杀价杀八的，老板啊，买只杀价杀八过来。哎，还有人要买三只吗？老板啊，哎，你要找谁？哎呀，还一只来，两只来，三只来。哎，还有人要黄鱼吗？好。来，后面还有没有？有。啊，中华的啊，这里。来，还有谁要三只？中华什么文革？我啊，五日文革。五日文革。来，还有要三只的吗？没有了哦，你又拿了哦。来，这两只200谁要？哎，三只300。好，没人要了，来找钱来。哥啦，哎，好摸鱼，没办法。来，谁要吃摸鱼的？摸鱼的买500块了哦，来。哎，接下来这大姐，你正乌呢，咸水鸡臭土啊！我等于熬大只用吹了啊，后来，你一尾来，两尾来，三尾500块，四尾500块，五尾500了，来。买六只500块，有人买500块，买七只哦，你500块。来，过来，要食五仔鱼、五花鱼啦。好来，啊，你两尾又来啦，我再今年来四尾来，啊，你六尾又来，买七只500块。来二，来四，来六，来七，来500块。来，边姐，边姐，来这边个姐啊。过来，过我来。后边两个，后边两个，后边两个，头前一个哈。来，来二、四、六、来七啊，来二、四、六、七啊。来，我帮你先。后面的，哦，这边头前了，好，来。六，谢谢。来，来，冇紧冇紧，我夹开头前手开长啊。哎，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哦，这个买500块嘞，一样500块就。不要两个哦，不要两个哦。八只500块啊，这个八只啊，比较小，比较小一点点哦，来，差一箱差了两只啊，来，还有谁要来？二来，四来，六来，还八来500块来。好，还二、四、六、还七来。来，加过来，好，来三起，来少量，来八来多，来二，这后面，后面啊，对吧？来四，来六，来八只500人要吗？来，来等下找钱哦，来还有人要锅鱼吗？都有了哦，好，来分走来，来我问一下，有人要吃鲈鱼的吗？鲈鱼有没有人要吃大只的哦？拿一千的举手，拿1000块的，还有谁拿1000的？哦，不要少量啊！还有一个1000的谁？好，来，这鲈鱼大只的，这山泉鲈哦，这山泉水养殖的，饲伫架沙顶啊，这回去你搞清蒸煮汤啊，把这全甜的拢无有起啊！哎，这上来啊，这内底有诶，搁有卵啊！这一尾抬价，像你这大尾一尾抬价拢300几块啦，一只300，两只600上来啦，这两只600块，两只600块有人来。
这两只六百，两只六百，无人来吼，来来来，两只六百过来。这两只六百啦，两只开五百块，有人来无？两只五百块啦，两只五百，这个这个，我招四个人，加招五个人，加招六个，六个人加到六个客人就来，先来来，两杯两杯好不好？两杯两杯两杯开五百，有人来无？五百块啦，三百了啦，现在三百块。啊，这杯够起啊，啊，这杯过来啦，我接过来，这杯过来啦，三百，有人来无？三百块来变这边来。这个清蒸煮汤哦，你用这个较无爱好食哦。来，把这油的哦，这毕竟网络较好食嘛。来，等下这该走哦来。好，我这样子过来。我来吧，进来个客流来，都过来。来，这边搁一个。来，来过我来。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来，都来。来，老板来，坐下来，来三只三百，后面一个来。过来，来，还有人要吗？来这边，来这边两个来。好，快来，来再来。太少量了，来再来再来。线上朋友先帮按赞一下，按破六百个赞，按破八百个赞，是吧？哎，还有人要吗？还没按赞追踪、订阅追踪的，记得先按赞追踪、订阅追踪起来。没有了哦，这么大一株呢？好好好，拜五。干嘛？预备啊！大专卖两盒。
有人爱无500块着，500，1000加一袋啦。无人爱吼，要1000啊500，500吼。要啥物？刮饼好啊，刮饼是袂好个。还个人要食鲑鱼个无？500块，500啦，好办了，来500块来。还鲑鱼还有人要吗？没有了哦。还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鲑鱼过。来，还有谁要鲑鱼的？来，前面这一个来。来，还有人要500块鲑鱼吗？哦，可箱子一个给老板，哪个给你来？鲑鱼无人来啊吼！来，来，要吃刮饼来，刮饼来，再来，刮饼你买两包，你倒去做早餐，做点心牛，煮两只啊，打煎牛，吃这两包，你一包卖百五，两包卖300。200块派克，还有人要吗？好，一包100块，好，没关系的，一包100。来，后面一包啊，来，这个100的，等一下另外找。哦，对，一包。好了嘞。哎，你也不要多吃点，多包。哦，对，一包，哎，一包。好，就是这个。还够我嘞。哦，对，一包。来。哎，还有谁还没拿？哎，你后面还买1000啊？好，谢谢。1000啊？哎，120谁要？给你啊。老公。给他要一包啊。好。来，两个先给你。2100的。来，再一个。哎，还有谁要100块的？100。这个是包啊。老虎哦，还有人要吗？都有人抓饼，好，来找钱来，这个200的先找。哎，你买200拿1000的举手，一个两个来，快点来。帮我接一下，不熟自己卖。我啊，白木石的。没了吗？来，你拿买一包拿500的举手。买一包，哎，500块的。好，哎，弟弟啊，你还萝卜糕你都，买300，买两包就好。好，100。来，咪咪，你好。来，各位吃饭网站，喜欢在南部按赞追踪起来啊。还够咱们吃萝卜糕不？真的，这个有葱酥啦，跟肉末，你回去你搞用钱的。用这个拢会使，做早顿做点心同款啦吼。你超市一包就卖150块啦，这两包卖300。大的小的，那边自己拿好不好？在那边。来，还两包150块好来。好，来找过来。那你们三十要钱？300要。好，工作会合规。好，再来半瓶。哎，200。来。还是三千700就招一个，来，给你，来，来，550下来，来，够啊，多不，够，萝卜糕够啊，萝卜糕够完了，还最后一箱没有了而已。啊，有一圈没有哎，还没有。咱们白抽了。还有白仓过来。来，还有人要吗？两包150，这边几箱要不要了？这里。还够人还无150，150，萝卜糕，够人了吼。好。来，我问一下，谁要吃鸡块的？鸡块有没有人要？就回去丢气炸锅就好了，这普通的哦。Oh, 200块就好了，来，进来，200块就好了。哦，两包，进来。这个原味的不会辣哦，嘿。3份。哎，2包200块。后面3份。好嘞，600给我嘞。来。来。
停！还个人还无两百几块啊！我等你等七炸锅鸡解掉啊！哦，来，哎，鸡块还有人要吗？200，个人不吃鸡块不？鸡块无人不吃哦。要留东西的人哦，不要在脸书上面看，因为最近脸书上面的字幕我看不到。哎，到 YouTube 上面留言给我。一包一百的。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脸书的字幕我都看不到哈。一百块的。你们的留言我看不到，所以麻烦去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哦。是三个，两个，三个没有了。去陈真去 YouTube 上面留言，我看不到你们打的字，我有看到你们名字，但是我看不到你们打的字哦。去 YouTube 上面留言，要留的东西都在 YouTube 上面留，比较好看到。有白汤吗？有，还1000的，你买200哦，800块。还有这1000的谁拿的？你买一包两包，两包哈，800。哎，你算一下。后面了，后面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要吃牛柳的谁？哎，300块就好了，包花尾巴，你就等你冲爆猪、冲爆牛、蒜头的也欠方法，蛋都差爆就彩蛋都差到没有了。包百里两包，你还是三包三了？买三包四包三百，或五包三百了？这包包来300块又来了。哦，大白用掉了，白木哦。还剩白烟啊？白烟能零？三三哎。还能夸张？套 Q 不管有无？三八的呀，339。一公三，好啦，千块一个呀。一公三，千块一个。这个八十六啊。七零三，四五六。哎呀，好厉害！啊！你有没有跟我说我哪在做呢？我很忙，我哪有你有空理你？跟他购物哈。还300块，哎，还有人要吃是猪柳的，快点这边两个来。来，这边还有一个。这是白木耳的，这是白木耳的。不要来啊！还有谁要来？1、2、3、4、5，来六，还有谁要300块？还要吃牛柳的吗？都有人好来，来先猪肉，来500的，来拿去来，还有一个500的，刷以后来刷一下，还1000的，还钱再点个姐1000个下，还可以来。来，冻结奥特曼冻一下。来，奥特曼冻，你隔壁个刷掉嘛来。冻结额外好，冻结白手你吃，你白手太好个哦，哎，杀好的，等起免阁抬，等起用出来煮汤了啊。这只要抬个80-40，这条贵了来。86多少？86-30哦。86。300来，赶紧来来来。8只300块来，这能买个上？还是数学法又出现了。哎呀，厉害，是来，那个贵来八只来，10只来，300块来，今年来。海二来，四来，海六来，海八，哦来，海十来，1箱，2箱而已哈，来哦，来二来，海四来，海六来，海八来，海十来，海300块来，反正个一年而已来，海二。海四、海六、海八、海四、海二、四、六、海六、海八、海十，白仓还有人要吗？300，这杀好了，回去如果你要干净要抹盐哦，打进来坑盐哦，来，海哥啊，白秋，海三、四、五、海六来，白仓还有没有？来。海四数学法持续发挥。海六来，海八，海十，好来，海300。海还有谁要白带？哎，白唱的吗？来，旁边还有一个来二，海四，海六，海八，好来十，海。哎，还有人要白唱吗？
不要，还拿500的，来拿1000的举手，三个，1、2、3啊，这里。这个蛤蟆差不多啊，开已经开始在落啊。我知啊。有那个有肉，那个萝卜糕是有肉的，有肉加油葱。鱿鱼会啊，鱿鱼。有啊有啊。为什么我们会加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做人已经够辛苦了，不要只吃素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一尾大家无啊，开200，一尾200，200400，这些300啊，600、500了，什么叫落叶？300块了，300块了。龙正早安，各位早安。等一下找钱都来。各位，以后你们要留东西的麻烦都集中到 YouTube 这边。哎，因为最近脸书的字幕都只剩下半截，我都看不清楚啊。来，帮我关掉。来，这里，哥，等一下找你钱都下来。我告诉你，萝卜糕，你还可以弄个做法，先把萝卜糕煎。来，300块要来。再打个蛋花，沾，再沾下去。320颗蛋包覆萝卜糕，哦，蛋蛋整个包覆萝卜糕，这样子一个早餐就够营养了。来，鲈鱼还有人要吗？还是便利哥来？星期日在哪卖？星期日在乌日。来，还有谁要？固定在乌日哦。还有人要鲈鱼吗？来，后面一个来。来，还有人要鲈鱼吗？鲈鱼都有了哦。好。来，500的举手。来，还有谁拿500的？来，进啊！还有一个500的呢，来1000的。你如果还要再加点更好的气味的话，还有一个1000的，再丢个一些九层塔的叶子下去蛋里面。5000的好，这样子就变成泰式萝卜糕，泰式酸辣酱，再把它淋下去，就是泰式的。你如果用蒜蓉酱的话，就是泰式的。好，兴奋下星期三见啊！